看到了你就直接打。一人一把雷射枪，在工厂组队玩生存游戏，化身电玩主角超刺激。玩累了没关系，到顶楼吹吹风。从八楼高处往外看，石鼓文创园区一片辽阔，凉风迎面吹来，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来，带你看一下这里有多高。看到没有，真的超级高，这里有七层楼，嫌刚刚不够刺激吗？我们来挑战这个。穿上安全背带，站在护栏边缘，光是往下看就让人腿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下去啦！从七楼到一楼，只要短短五秒钟，刺激度破表。而这里也有鼓乐表演。这可是入围葛莱美奖的精湛演出，偌大园区有吃有喝又有玩，待一整天只要399，超划算。晚上再到安平老街住一晚，晚上就可以来到安平住这种背包客旅馆，像这样一个床位一晚只要500元，而且呢隔天早上起来还可以吃鱼汤、牛肉汤等特色美食。台南道地吃法，一早来碗热腾腾鲜嫩可口牛肉汤，或是木鱼肚粥，再来点料多实在的蚵仔煎、虾卷，给你一整天满满活力。吃饱了，安平古堡散不去。中午到国华街永乐市场吃古早味春卷、蛙桂、挂包，或来碗小卷米粉，再吃点豆花，带个伴手礼夹饼，一整天吃吃喝喝只要680，隔天在北上往嘉义。第一站北门水晶教堂，哥德式建筑矗立在盐田中央，水晶玻璃衬上蓝天白云，景色绝美，拍照打卡就选这。破金氏世界纪录的高跟鞋教堂，以蓝色玻璃打造，独一无二造型，也是嘉义知名地标。饿了到东石渔港，蚵仔料理不吃不行。特色蚵仔福袋烤鲜蚵，新鲜肥美蚵仔怎么吃都好吃。清明廉价小旅行，3天2夜这样玩最省。在安平住2天1000，吃喝玩乐2天算下来1100。石鼓门票399，再到嘉义吃海味一餐约500。南台湾3天2夜只要2999元，吃喝玩乐一次包办。廉价选择到嘉义台南，3天2夜过得充实，荷包也一点都不为难。